太不大人，您回来了。久等了诸位，我已查明药王秘传的玄虚。抱歉，为防机密外，这是一个阴谋颠覆联盟的隐秘组织。他们常年潜伏在暗处，这次星河作祟，终于忍不住露了行踪，并且。 这场灾乱与他们也有非同寻常的关系。战事不利，太不身先士卒，亲自探查敌情，令人钦佩。那倒也没什么。演算之事，需卜者亲至，获得一手情报方能趋近正确结果。哎，等等，谁说战事不利来着？药王秘传蓄谋已久，手段了得，但我军也位阶劣势。 怎能说战事不利？你很机灵嘛？看看，跟太卜待久了，咱们几个都沾上了未卜先知的毛病了。咱猜猜，这回你打算让我们做什么？不会是大头阵和云奇军一起冲锋吧？啊，不去不去！ 本姑娘晕大场面，唉，谁说要让各位上战场了？没有吗？景元吩咐过，各位是因缘际会而来的骑兵，端得一个旗字。适才云奇的强攻乃是试敌已证，用旗之时就在此刻。各位，请随本座来。 受赐剑幕后，丹鼎司曾是罗浮仙州最重要的司部。毕竟，是他们将所有仙州人转变成了长生种，也是他们自剑幕中研究出了种种不可。到最后，丹士们仍不满足，开始以操纵生命为乐。对剑幕的研究，就像饮鸩止渴，越深入越渴望。晓中觉迷，梦中梦。 烟霞聚散，身外身。各位，瞧见那边。哦，好大的丹炉，还在冒烟呢。这是古时候丹士们产野仙道的地方，他们在此建起丹炉，汲取剑木之力，化奇想为现实。因为炉中烟霭不息，名字虽然风雅，却是兵法上的死地。 只要丹炉不息，云霞缭绕，我们便寸步难进。这就是云奇军失控入魔的原因。正是。药王秘传在这散入洞天各处的雾霭中，混入了诱发魔音身的丹药。除非能闭气行军，不然云奇军将不战自溃，因为没人知道身边的战友会在什么时候堕入魔音身。 还有什么比猜忌能更好的瓦解一支军队的士气？云奇的第一次强攻只是掩护，太不用云奇主力吸引敌人注意，而让我们去熄灭丹炉，止住夜幕。嗯，药王秘传放弃百年潜伏，选择现在试身，说明其有必胜把握。然而准备再充分，终究是冲着云奇军而来。 各位的能力与存在，药王秘传丝毫不知，也无法防备。你误会了魔音身，它不是专对人类生效的诅咒。胡人不义魔音身，是因为他们虽为长生种，寿命却并不无限。 而驰名凭借退灵抛却旧事，仅就魔音身而言，不过药王秘传的人，景元将军所说的骑兵，本座不敢妄言，只能说星河猎手的预言比本座的卜算更准。卡夫卡所求的未来正在一一应验，我也不想受人摆布。
但人们行于命途之上，并非独来独往，不受羁绊。每个人的选择，除了造就自身，也将同行之人推向前方。太卜的职责是趋吉避凶，我不想让自己的选择令罗浮滑向糟糕的未来。言归正传，熄灭丹炉而不受其害，这件事只有你们能办到，意下如何？好吧，虽然太卜这回没有说请，但谁叫这个忙只有咱们能报？杨树，我说的对吧？一旦烟雾止息，我会立刻前来，绝不让各位孤军奋战。现在开始练习闭气，离丹炉还很远嘞。本座虽不通药理，但也知道抛开剂量谈毒。虽然如此，本座心里面还是怕得要死。本座还年轻，那怎么成？景元将云旗交托给我，连身先士卒都做不到，还想见人将军？要是胡说。一是认为魔音数百年，明白吗？短生种啊，不对，树木寥寥，实力对比如此，一旦丹炉熄灭，唉，我总觉得虽然长生种能活很久，但论烦恼和痛苦和咱们这些短生种也没什么两样。婷雨小姐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这里离丹炉很近了。承蒙关心，小女子没事。谁叫将军命令我跟着各位呢？可不敢违抗军令呀。人命关天。烟雾似乎变淡了一点。哪有这么快？咱们得加快脚步。这就万无一失了。烟，撤！啊！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逃不掉的。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睡吧。云，撤！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破！已经结束的过去并不重要。
快关掉它！你怎么把关？你是故意的吧？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，逃不掉的。睡吧。已经结束的过去并不重要。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逃不掉的。
完成了，这些烟雾瞧不见了。炉鼎，心里不要紧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是你啊，丹叔。丹市长见过太卜大人，您好像并不意外。嗯，药王秘传必藏身丹鼎司，哼，也好。对，药王秘传，彼时借木玄根包覆罗浮仙舟，再瞧现在，仙舟可叹呐、啊。我不怪你无知。切，我以为你有何高论？仙舟仙民与地宫同战，毁弃剑木，设立蛇王司，划定仙人。仙舟之上，话不投机半句也多。太祖，如我向您展示仙人们曾做到的事情。数据收集完毕，蛇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我方占据优势，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，破，逃不掉的。来一下，接下来都是为你准备的。我当然是来者不拒。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
受生命的冲击。闭上嘴巴。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可要仔细的修理修理。慈怀药王，听我呼召。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破！知万复生，我已重焕新生。再来一下。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准备打针了，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放心吧，睡一觉吧。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造化游心，
指令。战斗是一场精密的设计。放心吧，神木剑法，死情之上，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动天幻王，长梦一绝，破！我无意挑起争端。侦查到敌方目标，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争斗并无意义，知万物生，我已重返师生。看来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放心吧。战斗是一场设计。我无意挑起争端。求之传父，造化人心。逃不掉了，我方占据优势。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仔细的修理修理。我想，你可能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争斗并无意义。严克。生死虚实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吃药了。放心吧。死境之上，人心变化。降临会带来不死的先驱，赐予我们星河的人这么说。幻龙，药王秘传做到了，绝灭大军也该兑现承诺，快，就是现在。为什么要逼我亲自出手呢？唉，罢了，看来要从内部崩裂仙舟，还得用别的法子。唉，真可惜，还想多观察一阵子呢。既然领受了丰饶的恩赐，你们应该承受得住毁灭的祝福。小姐，列位恩公，容我重新介绍，我是绝灭大军幻龙。挑起争端，我来此，乃是让这仙舟分崩离析，自灭而亡。
林小姐是军团的绝灭大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诸位冷静，大敌当前，切不可